了凡四训。立命之学。于童年丧父，老母命弃举业学医，为可以养生，可以济人，且习医艺已成名，而复素心也。后于在慈云寺遇一老者，修然伟貌，飘飘若仙，于敬礼之。遇于曰：“子是路中人也，明年即进学，何不读书？”于告以故，并刻老者姓氏礼居，曰：“吾姓孔，云南人也，得少子黄吉术正传，术盖传汝。”于引之归，告母，母曰：“善待之。”视其术，先悉皆验。于遂起读书之念。母之表兄沈称言：“遇骸骨先生在沈有夫家开馆，我送汝济学甚便。”于遂礼遇为师。孔谓于起术，现考童生当14名，辅考71名，提学考第9名，明年复考三处名数结合。父为补终身修旧，言：“某年考第几名，某年当补廪，某年当贡，贡后某年当选四川一大尹，再任三年半，即宜告归。”53岁8月14日丑时，当终于正寝，惜无子，于被录而谨记之。自此以后，凡欲考教，其名数先后，皆不出孔公所悬定者。独算于十厘米91担5斗当出贡，即十米70余担，徒宗师即批准补贡，于窃疑之。后果为蜀印阳公所博，直至丁某年，英丘明宗师见于场中备卷，叹曰：“五策即五篇奏议也，岂可使伯恰烟贯之如老于窗下乎？”遂一线身闻准贡，连前十米计之，使91担5斗也。于因此易信，进退有命，持素有时，淡然无求矣。共入燕都，留京一年，终日静坐，不阅文字，几似归，犹难庸。未入见，先访云谷会禅师于栖霞山中，对坐一室，凡三昼夜不瞑目。云谷问曰：“凡人所以不得作圣者，只为妄念相缠耳。汝坐三日，不见起一妄念，何也？”余曰：“吾为孔先生算定，荣辱死生皆有定数，即要妄想，亦无可妄想。”云谷笑曰：“我待汝是豪杰，原来只是凡夫。”问其故，曰：“人未能无心，终为阴阳所缚，安得无数？但为凡人有数，极善之人数，故居他不定，极恶之人数，亦居他不定。汝20年来被他算定，不曾转动一毫，岂非是凡夫？”余问曰：“然则数可逃乎？”曰：“命由我做，福自己求。”
诗书所称，敌为名训。我教典中说，求富贵得富贵，求男女得男女，求长寿得长寿，福旺与乃世家大戒。诸佛菩萨岂狂语欺人？于禁曰：孟子言，求则得之，是求在我者也。道德仁义可以力求，功名富贵如何求得？云谷曰：孟子之言不错，汝自错皆了。汝不见六祖说，一切福田不离方寸，从心而觅，感无不通。求在我，不独得道德仁义，亦得功名富贵，内外双得，是求有益于德也。若不反躬内省，而徒向外持求，则求之有道，而得之有命矣。内外双失，故无益。因问：孔公算汝终身若何？予以实告。云谷曰：汝自揣应得科第否？应生子否？予追省良久，曰：不应也。科第中人类有福相，予福薄，又不能积功累恒，以积后福，兼不耐烦惧，不能容人，时或以才智盖人，直心直行，轻言妄谈，凡此皆薄福之相也，岂宜科地哉？地之晦者多生物，水之清者常无鱼，鱼好节，宜无子者矣。和气能御万物，鱼善怒，宜无子者二。爱为生生之本，忍为不欲之根。于今昔名节，常不能舍己救人，宜无子者三。多言好气，宜无子者四。喜饮朔经，宜无子者五。好彻夜常坐，而不知饱元欲神，宜无子者六。其余过恶尚多，不能悉数。云谷曰：岂为科第哉？世间享千金之产者，定是千金人物；享百金之产者，定是百金人物；因饿死者，定是饿死人物。天不过因财而赌，即曾加纤毫一似。即如生子，有百世之德者，定有百世子孙保之；有十世之德者，定有十世子孙保之；有三世二世之德者，定有三世二世子孙保之。其斩焉无后者，德至薄也。汝今既知非，将向来不发科第及不生子之相，尽情改说。勿要积德，勿要包荒，勿要和爱，勿要惜精神。从前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；从后种种，譬如今日生。此义理再生之身也。夫血肉之身，尚然有数，义理之身，岂不能隔天？太甲曰：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。诗云：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孔先生算汝不登科第，不生子者，此天作之孽也，犹可得而为。汝今扩充德性，力行善事，多积阴德，此自己所作之福也。
安得而不受享乎？亦为君子谋，趋吉避凶。若言天命有常，吉何可趋，凶何可避？开章第一义便说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汝信得及否？余信其言，拜而受教，因将往日之罪佛前尽情发露，为书一通，先求登科，试行善事三千条，以报天地祖宗之德。云古出功过格事余，令所行之事逐日登记，善则计数，恶则退除，且教持准提咒以期必验。玉余曰：福禄家有云，不会书符被鬼神笑，此有秘传，只是不动念也。执笔书符，先把万缘放下，一尘不起，从此念头不动处，下一点谓之混沌开机，由此而一笔挥成，更无思虑，此符便灵。凡齐天立命，都要从无思无虑处感格。孟子论立命之学而曰：夭寿不二，夫夭与寿至二者也。当其不动念时，孰为夭，孰为寿，细分之，风欠不二，然后可立贫富之命；穷通不二，然后可立贵贱之命；夭寿不二，然后可立生死之命。人生世间，为死生为重。曰夭寿，则一切顺逆皆该之矣。至修身以祀之，乃积德齐天之事。曰修，则身有过恶，皆当治而去之。曰祀，则一毫既余，一毫将盈，皆当斩绝之矣。到此地位，直造先天之境，即此便是实学。汝未能无心，但能持准提咒，无计无数，不令间断，持得纯熟，于持中不持，于不持中持，道德念头不动，则灵验矣。于初号学海，是日改号了凡，盖悟立命之说，而不欲落凡夫窠臼也。从此而后，终日精精，便觉与前不同。前日只是悠悠放任，到此自有战惊惕厉景象。在暗室屋漏中，常恐得罪天地鬼神，遇人憎我回我，自能恬然容受。到明年礼部考科举，孔先生算该第三，忽考第一，其言不厌，而丘为重视矣。然行义未纯，见身多误，或见善而行之不勇，或救人而心常自疑，或身免为善而口有过言，或醒时操持而最后放逸，以过折功，日常虚度。自己四岁发愿，直至己某岁，历十余年而三千善行始完，时方从李建安入关，未及回向，庚辰难还，时请性空、慧空诸上人就东塔禅堂回向，遂起求子愿，亦许行三千善事，心似生南天启。于行一事，
随以笔记，乳母不能输，每行一事，则用鹅毛管印一株，圈于历日之上，或施食贫人，或买放生命，一日有多至十余圈者，至癸未八月，三千之数已满，复请性空辈就家庭回向。九月十三日，复祈求众进士愿，许行善事一万条，并须登记，受保底之限，于至空阁一侧，名曰至心篇。晨起坐堂，家人携父门意，至案上，所行善恶，先悉必记。夜则设桌于庭，孝照月到焚香告地。乳母见所行不多，则频促曰：“我前在家相助为善，故三千之数得完，今许一万，衙中无事可行，何时得圆满乎？”夜间偶梦见一神人，余言善事难完之故，神曰：“只减粮一节，万恒俱完矣。盖保底之田，每亩二分三厘七毫，余未驱除减至一分四厘六毫，唯有此事，心颇惊疑。”是幻余禅师自五台来，余以梦告之，且问此事宜信否？师曰：“善心真切，即一行可当万善，况何限减粮，万民受福乎？吾即捐奉银，请其就五台山斋僧一万而回向之。孔公算于五十三岁有厄，余未尝其寿，是岁竟无恙，今六十九矣。”书曰：“天难成，命米长。”又云：“唯命不于长，皆非狂语。”吾于是而知，凡称祸福自己求之者，乃圣贤之言。若谓祸福为天所命，则世俗之论矣。汝之命未知若何，即命当容显，常作落寞想；即时当顺利，常作福逆想；即眼前足时，常作贫惧想；即人相爱敬，常作恐惧想；即家事望重，常作卑下想；即学问颇优，常作浅陋想。远思养祖宗之德，近思盖父母之谦，上思报国之恩，下思造家之福，外思济人之急，内思贤己之邪，勿要日日之非，日日改过。一日不知非，即一日安于自是；一日无过可改，即一日无不可进。天下聪明俊秀不少，所以德不加修，业不加广者，只为因循二字，耽搁一生。云谷禅师所受立命之说，乃至精至碎、至真至正之理，其孰顽而免行之，无自旷也。改过之法。春秋朱大夫见人言动，一而谈其祸福，米不厌者，左国诸暨可观也。
大都吉凶之兆，蒙乎心而动乎四体，其过于厚者常获福，过于薄者常进祸。俗言多义，未有未定而不可测者。至诚和天，福之将至，观其善而必先知之矣。祸之将至，观其不善而必先知之矣。今欲获福而远祸，未论行善，先须改过。但改过者，第一，要发耻心。思古之圣贤，与我同为丈夫，彼何以百世可失？我何以一身瓦裂？单染尘情，私行不义，为人不知，傲然无愧，将日沦于禽兽而不自知也。是之可修可持者，莫大乎此。孟子曰，耻之于人大矣，以其得之则圣贤，失之则禽兽耳，此改过之要机也。第二，要发畏心。天地在上，鬼神难欺，吾虽过在隐微，而天地鬼神实见临之，重则降之百殃，轻则损其献福，吾何可以不惧？不为是也，闲居之地只是昭然，吾虽眼之甚密，闻之甚巧，而废干早露，终难自欺，被人去破，不值一文矣。吾得不凛凛，不为是也，一息尚存。弥天之恶，犹可悔改。古人有一生作恶，临此悔悟，发一善念，遂得善终者，为一念猛力，足以抵百年之恶也。譬如千年幽谷，一灯才照，则千年之暗俱除。故过不论久近，唯以改为贵。但尘世无常，肉身亦陨，一息不熟，欲改无由矣。明则千百年担负恶名，虽孝子慈孙，不能洗涤；忧则千百劫沉沦欲报，虽圣贤佛菩萨不能援引，吾得不畏。第三，须发勇心。人不改过，多是因循退缩，无需愤然振作，不用迟疑，不烦等待。小者如芒刺在肉，速与决堤；大者如毒蛇啮指，速与斩除，无丝毫凝滞。此风雷之所以为义也。具是三心，则有过思改，如春冰遇日，何患不消乎？然人之过，有从事上改者，有从理上改者，有从心上改者，功夫不同，效验异异。如前日杀生，今戒不杀；前日怒力，今戒不怒。此就其事而改之者也。强制于外，其难百倍，且病根终在，东灭西生，非究竟扩然之道也。善改过者，未尽其事，先明其理。如过在杀生，即思曰：上帝好生，物皆恋命，
杀彼养己，岂能自安？且彼之杀也，既受屠割，复入鼎镬，种种痛苦，彻入骨髓。己之养也，真高罗列，食过即空，蔬食菜羹，仅可充腹，何必戕彼之生，损己之福哉？又思血气之属，皆含灵之，既有灵之，皆我一体，纵不能功修至德，使之尊我亲我，岂可日戕物命，使之仇我恨我于无穷也？一思及此，将有对时伤心，不能下咽者矣。如前日好怒，必思曰：人有不及，情所宜今，背理相干，与我何欲？本无可怒者。又思天下无自是之豪杰，亦无游人之学问，行有不得，皆己之德未修，敢未至也。吾昔以自反，则谤悔之来，皆磨练欲成之地，我将欢然受赐，何怒之有？又闻谤而不怒，虽谗言熏天，如举火焚空，终将自熄。闻谤而怒，虽巧心利变，如春蝉作茧，自取缠绵。怒不为无益，且有害也。其余种种过恶，皆当据理思之。此理既明，过将自止。何谓从心而改？过有千端，唯心所造。无心不动，过安从生？学者于好色、好名、好货、好怒，种种诸过，不必逐类寻求，但当一心为善，正念现前，邪念自然污染不上。如太阳当空，魍魉潜消，此精一之真传也。过由心造，亦由心改，如斩毒树，直断其根。昔必知之而伐，夜夜而斋哉？大抵最上至心，当下清净，才动即觉，觉之即无。苟未能然，须明理以遣之；又未能然，须随事以尽之。以上事而兼行下功，未为失策。直下而昧上，则拙矣。故发愿改过，明须良朋提醒，忧须鬼神证明。一心忏悔，昼夜不懈，经一期、二期，以至一月、二月、三月，必有效验。或觉心神恬旷，或觉智慧顿开，或除冗沓而触念皆通，或欲怨仇而回嗔作喜，或梦吐黑雾，或梦往圣先贤，提携接引，或梦飞步太虚，或梦床翻宝盖，种种盛世，皆过消罪灭之相也。然不得执此自高，化而不尽。昔瞿伯玉当20岁时，已觉前日之非而尽改之矣。至21岁，乃知前之所改未尽也。即22岁，回视21岁，
犹在梦中，岁复一岁，地地改之。行年五十，而犹知四十九年之非，故人改过之学如此。吾辈身为凡流，过恶未及，而回思往事，常若不见其有过者，心粗而眼翳也。然人之过恶深重者，亦有笑靥，或心神昏色，转头即忘，或无事而常烦恼，或见君子而懒然消沮，或闻政论而不乐，或失会而人反怨，或夜梦颠倒，甚则妄言失志，皆作孽之相也。苟一类此，急需奋发，舍旧图新，幸悟自悟。积善之方。亦曰：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昔严氏将遗女弃叔良和，而立续其祖宗积德之长，逆之其子孙必有兴者。孔子称舜之大孝，曰：宗庙享之，子孙保之，皆治论也，是以往事争之。杨少师荣，建宁人，是以嫉妒为生，久与息长，横流冲毁民居，溺死者顺流而下，他州皆捞取货物，独少师曾祖及祖为救人，而货物一无所取，乡人吃其余。待少师复生，家渐愈，有神人化为道者，遇之曰：如祖父有阴功，子孙当贵贤，宜葬某地，遂依其所指而贬之，即今白兔坟也。后生少师，弱冠登第，位至三公，加曾祖、祖、父如其官，子孙贵盛，至今尚多贤者。殷人杨自成，初为县吏，存心仁厚，守法公平。时县宰严肃，偶踏衣裘，血流满前，而怒犹未息。杨贵而宽解之，宰曰：怎奈此人越法背礼，不由人不怒。自成叩首曰：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，如得其情，哀今勿喜，喜且不可，而况怒乎？宰谓之忌言。家甚贫，愧为一无所取，欲求人乏粮，常多方以济之。一日有心求数人代补，家又缺米，己求则家人无食，自顾则求人堪悯，与其父伤之。父曰：求从何来？曰：自行而来，沿路忍饥，菜色可居。因撤己之米，煮粥以四求，后生二子，长曰守臣，次曰守止，为南北吏部侍郎，长孙为刑部侍郎，次孙为四川连县，又俱为名臣。今楚廷德政亦其义也。昔正统间，邓茂期倡乱于福建，市民从贼者甚众，朝廷起鄞县、漳都县凯南征，以济秦贼。后为布政司谢都事，
搜杀东路贼党，谢囚贼中党父册籍，凡不负贼者，密授以白布小旗。约兵至日，插旗门首，借军兵无妄杀，全活万人。后谢之子谦，中状元，为宰辅，孙丕负重探花。莆田林氏，先世有老母好善，常作粉团诗人，求取及与之，无倦色。一先化为道人，每旦所食六七团，母日日与之，终三年如一日，乃知其成也。因谓之曰：“吾食汝三年粉团，何以报汝？”府后有一弟，葬之。子孙官爵，有一生麻子之术，其子一所典葬之。出世即有九人登第，累代簪缨甚盛。福建有无林不开榜之谣，冯卓安太史之父为义降生，隆冬早起复学，路遇伊人，倒卧雪中，门之半将矣，遂解己绵求一之，且扶归旧苏。梦神告之曰：“汝救人一命，出至诚心，吾遣韩琦为孺子，即生卓安，遂名琦。台州英尚书，壮年习业于山中，夜鬼啸疾，往往惊人，功不惧也。依稀闻鬼云：某父以夫九客不归，翁姑逼其嫁人，明夜当亦死于此，吾得待矣。公前麦田得银四两，即委作其夫之书，寄银还家。其父母见书，以手记不累，疑之。继而曰：书可假，银不可假，想而无恙。父遂不嫁，其子后归，夫妇相保如初。公欲闻鬼语曰：我当得待，奈此秀才坏无事。庞一鬼曰：尔何不获之？曰：上帝以此人心好，命作阴德尚书矣，吾何得而获之？因公因此亦自努力，善日加修，德日加厚，欲遂积，折捐骨以振之。欲亲戚有疾，则委屈为耻；欲有横逆，则反躬自责，怡然顺受。子孙登科第者，今累累也。常熟徐凤竹氏，其父素父，偶遇年荒，先捐租以为同意之唱，又分谷以振贫乏。夜闻鬼唱于门曰：千不匡，万不匡，徐家秀才做到了举人郎。相续而呼，连夜不断。是岁，凤竹果举于乡，其父因而亦积德，孜孜不怠，修桥修路，斋僧皆众，凡有利益，无不尽心。后又闻鬼唱于门曰：千不匡，万不匡，徐家举人直坐到都堂。凤竹关中两浙巡抚，嘉兴图康西宫，初为刑部主事，宿狱中，细寻诸囚情状，得无辜者若干人。
公不自以为公，秘书其事以白堂官。后朝审，堂官摘其羽以训诸囚，无不服者，是冤役十余人。一时捻下咸宋尚书之名。公复禀曰：捻古之下，尚多冤民，四海之广，兆民之众，岂无往者？以五年差役减刑官，何时而平反之？尚书未奏，允其意。时公亦差减刑之列，孟仪神告之曰：汝命无子，今减刑之意，深合天心。上帝赐汝三子，皆一子妖精。世昔夫人有身，后生英孙、英坤、英俊，皆显官。嘉兴包平自信之，其父为池阳太守，生七子，平最少，坠平湖原氏，与吴父往来甚厚，博学高才，累举不第，留心二世之学。一日东游卯湖，偶至一村寺中，见观音像，淋漓陆立，积解驼中得十斤，受主僧令修屋宇。僧告以功大银少，不能俊事，复取松布四匹，剪妾中衣七件与之，内著者系心志。其仆请以之，平曰：但得圣相无恙，吾虽裸成何伤？僧垂泪曰：舍银及衣布，犹非难事，只此一点心，如何易得？后供完，拉老父同游，宿寺中。公孟伽蓝来谢曰：汝子当享世禄矣。后子变孙称方，皆登第做显官。嘉善之吏之父为刑房吏，有求无辜献重辟，亦哀之，欲求其生。求欲其妻曰：知公家义，愧无以报，明日言之下乡，如以身试之，彼或肯用意，则我可生也。其妻弃而听命。及至，妻自出劝酒，俱告以夫意，知不听，足未尽力平反之。求出狱，夫妻登门叩谢曰：公如此厚德，晚世所惜，今无子，吾有弱女，送为箕肘妾，此则礼之可通者，知为背礼而纳之。生立若冠重魁，官至翰林孔目，立生高，高生禄，皆共为学伯，禄生大伦，登第。凡此十条，所行不同，同归于善而已。若复经而言之，则善有真，有假，有端，有曲，有阴，有阳，有是，有非，有偏，有正，有半，有满，有大，有小，有难，有易，皆当身辨。为善而不穷理，则自谓行持，岂知造孽，枉费苦心，无益也。何谓真假？昔有儒生数辈，谒中风和尚，问曰：佛是论善恶报应，如影随形，今某人善而子孙不兴，
某人恶而家门隆盛，佛说无忌也。中风云，凡情未敌，正眼未开，任善为恶，止恶为善，往往有之。不憾己之是非颠倒，而反怨天之报应有差乎？仲曰：善恶何至相反？中风令世言其状。一人谓：利人殴人是恶，敬人礼人是善。中风云：未必然也。一人谓：贪财忘取是恶，廉洁有守是善。中风云：未必然也。众人立言其状，中风皆谓不然。因请问，中风告之曰：有益于人是善，有益于己是恶，有益于人则殴人利人皆善也，有益于己则敬人礼人皆恶也。是故人之行善，利人者公，公则为真；利己者私，私则为假。有根心者真，习迹者假；有无为而为者真，有为而为者假。皆当自考，何谓端曲？今人见谨愿之事，类称为善而取之，圣人则宁取狂倦；至于谨愿之事，虽异相皆好，而必以为德之贼。是世人之善恶，分明与圣人相反。推此一端，种种取舍，无有不谬。天地鬼神之福善祸淫，皆与圣人同是非，而不与世俗同取舍。凡欲积善，绝不可训耳目，唯从心源隐微处默默洗涤。纯是济世之心，则为端；苟有一毫昧世之心，即为曲；纯是爱人之心，则为端；有一毫愤世之心，即为曲；纯是敬人之心，则为端；有一毫玩世之心，即为曲。皆当细辨。何谓阴阳？凡为善而人知之，则为阳善；为善而人不知，则为阴德。阴德天报之，阳善享是名。名亦福也，名者造物所寄。是之享圣名而实不复者，多有其祸。人之无过咎而横披恶名者，子孙往往咒发。阴阳之际，危矣哉！何谓是非？入国之法，汝人有熟人臣妾于诸侯，皆受金于府。子贡熟人而不受金，孔子闻而恶之曰：赐失之矣。夫圣人举世，可以移风易俗，而教道可施于百姓，非独是己之行也。今汝国富者寡，而贫者众，受金则为不廉，何以相熟乎？自今以后，不复熟人于诸侯矣。子路整人于逆，其人谢之以牛，子路受之。孔子喜曰：自今汝国多整人于逆矣。自俗眼观之，子贡不受金为忧，子路之受牛为劣，
孔子则取由而处次焉，乃至人之为善，不论现行而论流弊，不论一时而论久远，不论一生而论天下。现行虽善，而其流足以害人，则似善而实非也。现行虽不善，而其流足以济人，则非善而实是也。然此就一节论之耳，他如非义之义，非礼之礼，非信之信，非辞之辞，皆当抉择。何谓偏正？昔吕文义公出辞相位，归故里，海内仰之如泰山北斗，有一乡人醉而立之，吕公不动，谓其仆曰：醉者勿与教也，闭门谢之。余年其人犯死刑入狱，吕公实悔之曰：使当时稍与祭教，送公家则治，可以小成而大戒。吾当时只欲存心于后，不为养成其恶以至于此，此以善心而行恶事者也。又有以恶心而行善事者，如某家大富，执岁荒，穷民白昼抢粟于市，告之县，县不理，穷民欲祀，遂私执而困辱之，众使定，不然即乱矣。故善者为正，恶者为偏，人皆知之。其以善心而行恶事者，正中偏也；以恶心而行善事者，偏中正也。不可不知。何谓半满？亦曰：善不积，不足以成名；恶不积，不足以灭身。书曰：伤罪贯盈，如注物于器，勤而积之，则满；懈而不积，则不满。此亦说也。昔有某侍女入寺，遇诗而无才，只有前二文，捐而与之。主席者亲未忏悔，及后入宫富贵，携数千金入寺舍之，主僧唯令其徒回向而已。因问曰：吾遣师前二文，师亲未忏悔，今师数千金而师不回向，何也？曰：前者物虽薄，而师心甚真，非老僧亲忏，不足报德。今物虽厚，而师心不若前日之切，令人待忏足矣。此千金为半，而二文为满也。钟离寿丹于吕祖，点铁为金，可以济世。吕问曰：钟变否？曰：五百年后当复本质。吕曰：如此则害五百年后人矣，吾不愿为也。曰：修仙要积三千功恒，如此一言，三千功恒已满矣。此又一说也。又为善而心不着善，则随所成就，皆得圆满。心着于善，虽终身勤力，止于半善而已。譬如以财济人，内不见己，外不见人，终不见所失之物，是谓三轮体空，是谓一心清净。
则斗粟可以种无涯之福，衣纹可以消千劫之罪。倘此心未忘，虽黄金万亿，福不满也。此又一说也。何谓大小？昔魏仲达为管职，被设置冥司，主者命立成善恶二路，必至则恶路盈庭，其善路一轴仅如柱而已，所乘称之，则盈庭者反轻，而如柱者反重。仲达曰：某年未四十，安得过恶如是多乎？曰：一念不正即是，不待犯也。因问轴中所书何事，曰：朝廷常兴大功，修三山石桥，君上书见之，此书稿也。仲达曰：某虽言朝廷不从，于事无补，而能有如是之力。曰：朝廷虽不从，君之一念已在万民，向使听从，善利更大矣。故志在天下国家，则善虽少而大，苟在一身，虽多亦小。何谓难易？先如未克己，须从难克处克将去。夫子论为人，亦曰先难。譬如江西书翁，舍二年仅得之束修，代偿官银，而全人夫妇，与邯郸张翁舍十年所积之钱，代完赎银，而活人妻子，皆所谓难舍处能舍也。如镇江晋翁，虽年老无子，补人以幼女为妾，而还之邻，此难忍处能忍也。故天降之福以后，凡有才有识者，其立德皆义，义而不为，是为自暴。贫贱作福皆难，难而能为，斯可贵耳。随缘即众，其类至繁，约言其纲大约有十。第一，与人为善；第二，爱敬存心；第三，成人之美；第四，劝人为善；第五，救人危急；第六，兴建大利；第七，舍财作福；第八，护持正法；第九，敬重尊长；第十，爱惜物命。何谓与人为善？昔舜载雷泽，见愚者皆取深潭厚泽，而老弱则愚于急流浅滩之中，恻然哀之，往而愚焉。见争者皆逆其过而不谈，见有让者则愚养而取法之。积年皆以深潭厚泽相让矣。夫以舜之明者，岂不能出一言教众人哉？乃不以言教而以身转之，此良工苦心也。吾辈处末世，勿以己之长而盖人，勿以己之善而行人，勿以己之多能而困人。收敛才智，若无若虚，见人过失，且含容而掩覆之，一则令其可改，一则令其有所顾忌而不敢纵。
见人有微长可取，小善可录，泛然舍己而从之，且为厌称而广述之。凡日用间，发一言，行一事，全不为自己起念，全是为物立则，此大人天下为公之度也。何谓爱敬存心？君子与小人，就行迹观，常亦相混，唯一点存心处，则善恶玄绝，判然如黑白之相反。故曰，君子所以异于人者，以其存心也。君子所存之心，只是爱人敬人之心。盖人有亲疏贵贱，有志于贤不肖，万品不齐，皆无同胞，皆无一体，孰非当敬爱者？爱敬众人，即是爱敬圣贤，能通众人之志，即是通圣贤之志。何者？圣贤之志，本欲私事私人，各得其所，无何爱何敬，而安一世之人，即是为圣贤而安之也。何谓成人之美？欲之在实，砥直则瓦砾，堆拙则规章。故凡见人行一善事，或其人志可取而资可进，皆须幼业而成就之，或为之讲戒，或为之维持，或为白其污而分其谤，勿使之成立而后已。大抵人各物其非类，相人之善者少，不善者多，善人在俗，亦难自立，且豪杰铮铮，不慎修行迹，多易指摘。故善事常易败，而善人常得谤。为人人长者，匡直而辅义之，其功德最宏。何谓劝人为善？生为人类，孰无良心？世路易易，罪亦莫逆。凡与人相处，当方便提息，开其迷惑，譬由长夜大梦而令之一绝，譬由久陷烦恼而拔之清凉，为惠最朴。韩愈云，一时劝人以口，百世劝人以书。较之与人为善，虽有行迹，然对症发药，实有奇效，不可废也。时言时人，当反无志。何谓救人危急？患难颠沛，人所时有，偶一遇之，当如通关之在身，素未解救，或以一言申其曲意，或以多方济其颠连。崔子曰，惠不在大，妇人之急可也，盖人人之言哉。何谓兴建大利？小而异乡之内，大而一义之中。凡有利益，最宜兴建，或开渠导水，或筑堤防患，或修桥梁以便行旅，或施茶饭以济饥渴，随缘劝导，协力兴修，务必贤宜，勿辞劳怨。何谓舍财作福？世门万恒
以布施为先。所谓布施者，只是舍之一字耳。达者内舍六根，外舍六尘，一切所有无不舍者。苟非能然，先从财上布施。世人以衣食为命，故财为最重，吾从而舍之。内以破无之牵，外以济人之急，使而勉强，终则泰然，最可以荡涤私情，驱除执吝。何谓护持正法？法者，万事生灵之眼目也。不有正法，何以参赞天地？何以财成万物？何以脱尘离缚？何以经世出世？故凡见圣贤妙貌，经书典籍，皆当敬重而修持之。至于举扬正法，上报佛恩，尤当勉励。何谓敬重尊长？家之父兄，国之君长，与凡年高德高位高识高者，皆当加以奉事。在家而奉事父母，使深爱婉容，柔声下气，习以成性，便是和气隔天之本。出而事君，行一事，无为君不知而自知也。行一人，无为君不知而作威也。事君如天，古人格论，此等处最观阴德。试看忠孝之家，子孙未有不绵远而昌盛者，切须慎之。何谓爱惜物命？凡人之所以为人者，唯此恻隐之心而已。求仁者求此，积德者积此。周礼，孟春之月，牺牲无用聘。孟子谓君子远庖厨，所以全无恻隐之心也。故前辈有四不食之戒，谓闻杀不食，见杀不食，自养者不食，专为我杀者不食。学者未能断肉，且当从此戒之，渐渐增进，慈心愈长，不特杀生当戒，蠢动寒灵皆为物命。求思竹简，除地杀虫，念衣食之由来，皆杀彼以自活。故暴殄之孽，当与杀生等。至于手所误伤，足所误见者，不知其己，皆当委屈防之。古诗云：爱鼠常流饭，怜蛾不点灯，何其人也。善行无穷，不能单数，由此实事而推广之，则万德可备矣。谦德之孝。义曰：天道亏盈而益谦，地道变盈而流谦，鬼神害盈而福谦，人道恶盈而好谦。是故谦之一卦，六爻皆吉。书曰：满招损，谦受益。与吕同诸公应试，每见寒士将达，必有一段谦光可居。心未系邪，我加善同袍凡十人，唯丁敬与宾年最少，极其谦虚。
余告费景颇曰：“此兄今年避地。”费曰：“何以见之？”余曰：“为谦受福。兄看十人中有循循款款，不敢先人，如敬语者乎？有恭敬顺承，小心谦畏，如敬语者乎？有受武不达，文棒不变，如敬语者乎？人能如此，即天地鬼神犹将佑之，岂有不发者？”即开榜，丁果重视，丁丑在京，与冯开之同处，见其虚极脸容，大辩其幼年之习。李继言直量亦有，十面攻其非，但见其平怀顺受，未尝有一言相报。余告之曰：“福有福始，祸有祸先，此心果谦，天必向之。兄今年绝地矣。”已而果然。赵玉峰光远，山东冠县人，同年举于乡，久不第，其父为嘉善三尹，随之任。目前名无，而直文见之，名无悉抹其文。赵不为不怒，且心服而速改焉。明年遂登第。壬辰岁，余入晋，务下见所，见其人气虚意下，谦光逼人，归而告友人曰：“凡天将发斯人也，未发其福，先发其慧。此慧一发，则福者自食，祀者自敛。见所温良若此，天岂之矣？”即开榜，果重视。江阴张卫言，积学公文，有声意林。甲午，南京乡试，御医寺中皆晓无名，大骂士官以为眯目。时有医道者在旁微笑，张惧一怒道者。道者曰：“相公文必不佳。”张亦怒曰：“汝不见我文，吾之不佳。”道者曰：“闻作文，贵心气和平，今听公骂力，不平甚矣，闻安得公？”张不觉屈服，因就而请教焉。道者曰：“重权要命，命不该重，文虽公无益也，须自己做个转变。”张曰：“既是命，如何转变？”道者曰：“造命者天，立命者我，力行善事，广积阴德，何福不可求哉？”张曰：“我贫士何能为？”道者曰：“善事因功皆由心造，常存此心，功德无量。且如谦虚一节，并不费钱，你如何不自反而骂士官乎？”张由此折节自持，善日加修，德日加厚。丁酉，孟至一高房，得仕禄一册，终多缺行。问旁人曰：“此今科仕禄。”问：“何多缺名？”曰：“科第阴间三年一考教，须积德无咎者方有名。如前所缺，皆系就该重视，因心有薄行而去之者也。”后指一行云：“汝三年来持身颇甚，或当补此，性自爱。”士科果中105名。由此观之，
举头三尺，绝有神明。趋吉避凶，断然有我。须使我存心至行，毫不得罪于天地鬼神，而虚心趋吉，使天地鬼神时时怜我，方有受福之机。彼气盈者，必非远气，纵发亦无受用。稍有实践之事，必不忍自狭其量而自惧其福也。况谦则受教有地，而取善无穷，由修业者所必不可少者也。古语云，有志于功名者必得功名，有志于富贵者必得富贵。人之有志，如树之有根，立定此志，须念念谦虚，沉沉方便，自然感动天地而造福有我。今之求登科第者，初未尝有真志，不过一时意兴耳。兴道则求，兴懒则止。孟子曰，王之好乐甚，其其庶几乎？予与科名亦然。《了凡四训》由马来西亚净宗学会制作。